日前有一名为苗栗来嘉义市果菜市场批货的老阿伯，在市场内无小心跌倒，造成这名老阿伯头部有撕裂伤，血流不止。嘉义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救援，好在这老阿伯在治疗了后无性命危险。在市场分队救援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一名阿伯面部拢是血，在等待救援。救援员甚至将瘫痪伤者状况，不过在伤者意识清楚，不过伊的面部一处撕裂伤，并在救援员进行清洗伤口止血之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货车司机哈，从苗栗啊开着货车来到我们嘉义市的果菜市场，啊欲批发水果。那在搬动货物的当中啊，因为那个阶梯太高。啊、不小心啊就摔到地上了，那阿伯的额头有大概有三公分的撕裂伤，那我们救护车到达现场啊，帮阿伯啊有包扎止血，然后啊迅速的帮阿伯啊再往医院救治。根据了解，这名阿伯为苗栗来到嘉义市果菜市场批货，在批货过程无小心跌倒，造成阿伯面部受到撞击，好在当时热心民众帮忙止血安搭，而阿伯在治疗之后无生命危险。嘉义市消防局也呼吁民众走路必须注意路况，并注意四周状况，才会使保护家己。新闻台闽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